起对不起，刚刚卖场耽搁了一下。没关系，你不是最后一个迟到人。大家都把手边的资料看清楚了吗？不好意思，经理，我才刚到哎。没关系，文字的汇报会很清楚的。相信店长的冰雪聪明，一定很快就能理解。是人家真的还没看吗？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开始做简报会议吧。文字，你 OK 吗？平数都在10000 BTU 以内，适用平数为8坪以内，小家庭为最主要的使用者。我们可以看张顾客群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阿哥还不来，他在搞什么鬼啊？所以呢，商品的价格如果高于跨越风险承受的评估值，小家庭对于品牌反而会比高收入家庭来的坚持。品牌如果不够响亮，他们反而是不会接受。阿哥，有什么天杀的事都不会比会议来的重要。我命令你3分钟内立刻。过来。总而言之，打响冷气品牌的品质保证才是真正命中核心的方式，会比降价策略来的实惠。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么样？阿克为什么还没有来啊？商品的样子也很丑。
这什么针啊？都看到了啦，还不错看啊。真的吗？嗯。剩几点了？糟糕了！什么？手风简讯都是店长传来的，我完了啦！混蛋阿克，就算世界末日洪水爆发，你爬也得爬起来啊！不愧是妖怪，上路快就退了。哎呀，我先走了啊！不准再发烧，听到没有？赶快回你的妖怪国去吧，人类的世界是很危险的。小雪会在妖怪国帮你加油的，阿克 ，Go！ 你刚刚错过了今年夏天最完整最精彩的报告，这还不打紧，重点是你到底有没有身为公司一员的自觉。你自己数一数，这个月以来你到底迟到了几次。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 sales， 你争什么？要不要借几本经营管理的书给你回去膜拜？说完了，那就上车吧，送你回去做你的春秋大梦。梦醒了，你依然是我金字塔下的奴工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在金字塔顶端太高了，讲什么我都听不清楚。哎，哎，那个阿哥啊，经理。可是你有稍微问一些问题的话，那接下来的那个实际的行销方案呢，我会在这一两天内就确定。店长，对不对？嗯。阿克，阿克，请告诉我该怎么做，才能在短期间内把这个家伙给比下去啊！你真幽默，来来来，我们快回去，东京快被裤子拉给踩平了啊！地球防卫队在呼唤你了，走走走，我们回去啦！放开！店长，这只工蜂是负责哪一个部门的？阿克是负责 ACE 的电脑及周边设备的。哦 ，ACE 啊，难怪我老觉得我们 ACE 总是滞销，原来就是你负责的。